我们的品牌方，这是我邀请过来，不是不是我邀请过来的，哎，这个是你邀请过来的，别乱说了，完了品都卖不了了、啊嗯。好，哦，来老妹，老妹来，来来来，徐大哥，不用大哥，不用刷礼物啊。那个老妹，你是什么品牌？我是网易严选的品牌。网易严选的，好，你们要的蓝牙耳机，你看我们直接要的是网易严选。哎，你这是老王，你冷静，才咋？这休息会没你来了你就来了。你真是服，你这衣服再上啊啊！行行行行行行，你跟老妈说一下啊啊！不是啊，老妈应该在直播间，老爸是特别特别，老爸太敬业了啊！我很不好意思，你妈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我为什么？因为我妈再三要求我，有品牌方上，然后我爸就直接走开。啊、对对对，好来，把这都拿过来，我都说了，你别，老爸，你这样搞我会死的嘞。老爸，问题这不需要你等一会儿，你听我的，你啊，咋在这？请你这到房间坐着，到房间待一会儿吧，爸，房间待一会儿。啊，啊啊！你平时好，我们今天好好介绍啊、嗯。这个东西它是什么呢？无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老爸给你推你，老爸，我也是为你好。我跟你说啊，这些粉丝喜欢截图，你知道吧？录屏老爸看，你都不相信了。你过来坐一会儿，兄弟们，我爸只是想，就帮这搞点流量，因为我爸露脸，他会进来一帮人，就会想他能卖得更好，并不是说他喜欢什么，好吧？他是我爸是一个非常，对对对，那个，嗯，就非常本分，他对，并不是说他过来，哎。让你带点流量，他从来就是对，他对女生就是，那个好，接下来呢？哎呀，你到房间去嘛？那你这是什么呢？你这样我真没法卖了，老爸。对呀，叫录屏呀，老爸。一会儿要是一个门个头就钻出来了，这你讲啥？你到房间待着了，老爸，到房间待着。等一下，英龙啊！你咋了？你咋了？这怎么干呀？你这兄弟呀，你咋能这么搞呢？啊，你晚上不卖货了，卖货？等会啊，别，好好卖货。一会儿有你上了呀，老爸。啊，一会儿有让我爸老上的啊。啊，来，老妹儿过来。好的。这什么？网易严选的蓝牙耳机，网易严选的蓝牙耳机，这有什么特点呢？这个特点的话，就是你戴上之后呢，它很小巧方便，然后你耳朵也不会痛。哦，哎，这种蓝牙耳机它是怎么戴的呀？您不会戴是不是？这我会戴的那种带线的，看，带线我会戴。来，我给你戴这只。我试试。我指甲有点长，可能会刮到你耳朵上。哎，我给你戴。哎，你真的不行，姚总。没事没事，你人家专业，你不会戴了吧？我会戴啊，让他戴，他怎么了呢？我试试。我给你戴不？你给我戴会那个的，然后他戴上话怎么戴的？教我一下。戴不戴？到底戴不戴？哦，这样戴。对，这样使劲。哦，使劲。对，使劲。然后你戴。不好意思，重新戴一下。我使劲，使了。哦，不够大劲儿吗？哎呀！给我搞疼了，老妹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妈，这样戴的。你戴上了，看到没？帅气。这个蓝牙耳机，就这种戴上之后有什么特点呢？你戴上之后呢，你就正常跑步呀、瑜伽呀，它都不会掉。正常蹦迪情况下也不会掉。哎，什么正常什么？正常蹦迪啊？你会蹦迪吗？就是它这个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来说一下，是不是很轻又很稳，对吧？对。你别说话。哦。正常这多少颗？就是单只耳的话是3.4克左右。哎呦，来，上车。3.3可以，差不多，很轻，3.24就4点，3.4了。蹦迪呗，你会蹦吗？不会蹦迪。你别扯了，你我们两个蹦不就行了吗？蹦迪。你别说话，你会蹦？怎么蹦？不太会、你不是蹦迪你不会吗？你搞吗？不是你干嘛？不是我说他教我蹦迪，他我看会不会掉啊？蹦一个。蹦一个。我们会不会掉？我们两个蹦不就行了吗？你等一下，我就让他蹦，我看我让他。来，给你戴上吧，我再戴上。就这么戴。
能不能带？会不会带？会。你不会，我帮你带。完全 OK， 完全 OK。没事，我帮你带啊。完全 OK。没事，我帮你带可以的。哦，我自己带。你带错了，这带错了。别人都做了算了，自己带，还让我你帮他带啊？你带，我看着就来气。我放首歌，然后蹦蹦迪。老妹多高？幺七，你的鞋有没有4厘米？没有，我这本来健身高就17.0。这是穿的鞋呢？对的。穿的鞋多高？穿的鞋3厘米。你要1.73米？嗯。好，你看。好，1.80米，爸爸。好了，你别跟别人靠太近，好别开始吧，动吧，动什么？预备，开始。哎，过来。好，结束，你蹦的差不多了。你还没蹦呢，蹦2秒了还蹦啊？你快点，杨老看你蹦1秒，你看咱们蹦掉了，蹦1秒你就完了。还有下个比快，真的服了，你不信我话呀、啊？我受不了！你哪里给我？快回屋！我受不了了！回屋了吧？回屋！好，我们这样吧，直接卖吧，老板来。你这多少钱？199，市场价啊。对的。199，我们看一下，网易云的，网易就你害的。网易云蓝牙耳机。不行，我要听哈。老妈，那个刚才老爸是闹着玩的。199啊，199。今天在小杨哥的直播间，多少？99，上市啦！老爸，你今天不能蹦啊！老爸，啊，我肯定是不能蹦。老爸，你完了！你完了，还蹦啊？你看我掉，看到没？你这好，我先说一下，兄弟们啊，不要录屏，这个回屋。这个是我们就是帮他测试一下这个耳。哎呦，我测的不是这耳机啊，我这是我自己耳机。那你说啥？我测了半天没测我自己耳机，兄弟们啊，我测的是我自己的，不好意思啊，啊，测错了。啊，好，我爸喜欢跳广场舞啊，听着这个音乐他就有点带劲。多兰，